你不是要打掉这个孩子吗？我现在就带你打掉他。不是还要预约吗？约好了。哎哎！林维娟，进来吧。 去啊，早晚也打掉，去吧。你要干什么？啊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临阵脱逃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早晚打掉这个孩子，你现在再不打就来不及了，你去打掉。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，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？你不说是个孩子是个累赘，你要打掉他，恢复自由之身，这是你的愿望吗？是，我是那样的。你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女人，你怎么养育一个孩子？我不知道当初你是图一时之快，还是把他作为留在那个富二代身边的工具，但肯定不是出自你本意，不是因为爱。 你别告诉我，有一天你会带着这个孩子找那个男人，卖一个好价钱吧？不是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就算这孩子不是我的本，可是他是我身体的一部分。我承认，我不是一个靠谱的女人，我爱钱，我势利，我不要脸。 可是我真真切切的爱过这个男人，才有了这个孩子。我舍不得，我舍不得。我兢兢业业计划了28年的未来，你让我怎么选？我不知道。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李培娟，你已经不是一个十七八岁、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了。 上课不交作业，你可以选择逃避；冤枉我，你也可以选择逃避。可是现在你已经28岁了，生下一个孩子，养育一个孩子，教育一个孩子成长的重任，你不能选择逃避。现在没有人能帮你，你只能做出一个选择。 你只能面对现实，鼓起对未来的勇气。不管你现在那一刹那的选择是什么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后悔了。你只能无怨无悔的一路走下去。 作为一个单身母亲，我可以吗？可以。
剧场这个项目基本已经敲定了，你们俩做得很好，我相信通过这个项目，我们在业内一定会很快恢复信誉的。陈校正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正式升为星辰的项目部经理。陈薇，剧场的项目是你设计的，很好。陈经理正式提出要把你调到设计组。 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那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可以参加设计组的任何设计工作。但是呢，陈经理刚刚上任，还有很多不熟悉，他需要一个熟悉工作的员工来协助。等找到适合的，我再正式把你调过去。OK？ 好，谢谢董事长。好，你俩忙去吧。嗯。 那是呀，人家是米兰回来的。你们也捡一个呀？薇姐，这次你们去了，将近一个多月呢，你们家那只猫我可一直照顾着呢。嗯，那只丑猫是不是又长胖了？那当然了，现在比我们家狗剩还胖呢。魏大人，你不知道，你走的这一个月里，每天我们过的都是惶恐不安的，对吧？少来了，有什么好惶恐不安的呀？少了谁，这地球还不是得照常转？哎，薇薇，就没你这么说话的。 地球是少了谁都能转，但是咱们星辰要是少了郑大秘书，他还怎么转呢？对不对？薇姐，可听说你终于如愿以偿的转进设计组了。嗯，恭喜你！谢谢，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以后是你多多关照我们才是。 对了，还应该谢谢你啊。你我只是各取所需，不用说谢谢吧。施秘书，陈助理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知道你找过工地受伤工人的家属，你有什么目的？ 不如我把我的目的说出来，看我们能不能达成一致啊。林静，我知道你这次想借林静的手除掉周渠，但是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人更清楚周渠、冯德生和许建国的那些勾当，煽动家属是会有一些辅助作用。 但是我手里的那些资料可以成为你们致命的刀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其实也不是帮你，也是为了帮我，帮他。现在是他事业上最重要的时候，他想做的，我都想帮他做到。这样，就算他不能回心转意，起码也会念我的好。 而对于你呢，你会欠我一个人情，而这个人情，你是要还的。
我怎么还？这就要牵扯到另外一个人了。你，啊不，是你们俩的，玉面小飞龙。现在你在事业上除掉了周渠，成了项目经理，也是星辰最大的依靠了。在感情上，你也赢了林静，离婚里的小情人。 现在是最大的人生赢家了。如果不是你破坏了林静的求婚，整个事情也不会向这个方向发展。所以还是要谢谢你。只不过，你想要得到的，得到了吗？ 只要他能和郑薇一刀两断。 我就还有希望。目前对我来说，有希望不是最好的得到。张秘书。 可可，薇姐，你也在啊？嗯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后勤部让我把今年的财务预算报告拿给陈经理看一下。嗯，你们先聊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，看一下，这个是刚才让我们的财务预算建议方案。 拿错手机了。哎，那你吃这个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特别好吃，我最爱吃这个。你多吃点啊。还有那个，给我加一点。其实今天约你们来，是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你干嘛这么认真啊？ 第一件事，我怀了何一的孩子。真的？真的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？来来来，干杯！不许吃火锅啦！来，先干杯，喝饮料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不会和何一结婚了。为什么呀？是不是他不肯娶你？我找他算账去。 其实从一开始，他就没有打算要跟我结婚，我们俩就是玩了一场爱情游戏，我把自己给玩进去了。
我认真了，输了。你输了，孩子怎么办啊？孩子我会生下来，我想好了，我已经28岁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会自怨自艾，也再也不会去做那种不切实际的贵妇梦，我要好好工作，为了我的孩子，和为了我自己。你们都怎么了，娟儿？你变了。当然会变了，都10年了，你都会有变化呀。你们是不会知道，突然拥有一个小生命的那种感觉，很神奇。我们有共同的心跳。还有共同的思维。以后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不再是为自己一个人而活，我会有个孩子陪着我，我多了一份责任。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。我感觉我的生活好像有了软肋，但是有了盔甲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你和何一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决定。男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个孩子虽然没有了爹，可他有4个妈呀，多酷啊！实在不行，你可以生下来我替你养啊。以后呢，这个孩子就姓朱。哎呀，够了，姓朱太难听了。其实我还是很幸运啊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而且养得白白胖胖。娟儿，承担有时候比放弃更需要勇气。妈，大家怎么都那么悲伤啊？以后我们就要多一个新成员了。为了我的孩子，为了我的最后一顿火锅，干杯！真的是最后一顿了，我知道了，干杯！看到没，会买就会卖。不像你这个笨蛋，只会风吹雨淋的跑在外面去卖东西。我呢，就动一动手指都搞定了，这就叫做家有财万贯，不如一座店。这行不行呀？死马当活马医呗。哎呀，长宝，哎，这些可都是你的宝贝啊。其实现在想想啊，这些包根本就没什么，没有它呢，别人不会低看我一眼；背着它呢，别人也不会高看我一眼。是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这是，哎，你下班了？我们俩在开创事业第二春呢。对的。你不是说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女人吗？我现在就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你看看，我可以好好工作养活我的孩子。耶。哦，对了，等我们俩赚了钱，我们俩就把那个房租和伙食费都给你，再也不占你的便宜，对不对，老张？有骨气，再来！有骨气的新青年，有骨气的新青年，去找你鱼爸爸去。有骨气，娘亲，娘亲。
我不同意现在我们跟政府合作。周渠的案子现在表面上是平静的，但是检察院在等待机会，死死地盯着我们。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是，一，小心翼翼地做好我们目前工程的善后；二，参加一定的社会公益活动，挽回星辰在业内的形象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手笔出击。一旦让检察院抓住把柄，星辰公司很难翻身。董事长有董事长的考虑。现在，我们星辰是在最危急的时刻，不成功则成仁。如果我们在谷底的时候不迅速反弹，那我们迟早会被后来者所取代。施秘书，请你把这些资料发给在座的各位。谢谢。大家也都知道，在这个市场上，现在有许多的中小企业都在迅速的崛起。我们前一段时间又遇到了工地事件，遭受重创。如果我们在短时间之内不迅速反弹的话，我们的市场份额迟早会被他们吃掉。要知道，再小的蚂蚁群起而攻之，也是可以吃掉一头大象。正如大家所见，现在市政府正在为2020年的世界园艺博览会进行招标。如果我们星辰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，我们一定可以东山再起，重振旗鼓。我不同意。我同意陈经理的想法。我们东方星辰虽然是老公司，资历可以老，想法可以老，但是我们的冲劲不能小。我支持拿下园艺会这个项目。我同意。太冒险。看来这位陈教授已经拉入老李他们了。看看再说吧，董事长养虎为患。是呀。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我在档案室找到一份十年前的档案，你看一下。这是有关地下室的改造，我觉得值得一试。董事长，我期待你的招标设计图。你觉得这个项目怎么样？这个项目我们不能做。为什么？公司现在急需的是可以迅速翻身的大项目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公益项目不能帮你拉拢董事，对你上位毫无帮助，所以你才不去做？你想说什么？从米兰回来之后，你一直都在私下拉拢董事，想要培养自己的势力。你怎么现在心里就只有权力和斗争了呢？你忘了我们当初学建筑的初衷了吗？我们是人类文明的工程师。阿正，你不是一直都这样坚信吗？你别犯傻了，董事会只认钱。你以为只有周渠才知道冯德生的那些勾当吗？他们都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有在利益面前，他们才会选择站队的。你觉得总裁空缺，你就能一步登天了？微微，在这个社会里，只有我们有了利益，我们有了权利，才能够有发言权。只有我们有了权利，才能够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一辈子都会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对待。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了。
祝你早日升职，守着你的权利过一辈子吧。在这位守卫里，只有我们有了利益，我们有了权利，才能够有发言权。只有我们有了权利，才能够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一辈子都会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对待。回来了，冉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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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周医生到了吗？周医生已经到了，在急诊室做准备。喂，软软，你昨天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给你打电话你都没接啊？我是吴江。吴医生？软软现在在市医院。什么？他怎么了？我马上过去。好。真没事儿，疼吗？不疼，没事儿。还说没事？吴江都说了，你胫骨骨裂，而且还有轻微脑震荡。哎呀，我都跟他说了，让他别给你打电话，怎么还打呀？这种事怎么能不跟我说呢？都怪我，我昨天给你打好几个电话你没接，我就应该想到你出事了呢。怎么怪你啊？要怪只能怪我，洗个澡还能把自己摔成这样，太笨了。吴江呢？他昨天晚上在哪儿啊？他昨天晚上值班，一直在医院了。那他现在人呢？刚刚院长给他打电话，有一个重要的手术，去开会了。能有多重要啊？你都这样了，他还去开会？微微，软软，我真替你不值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啦。嗯，你从来都没怨过吗？就连你昨天摔倒了，在地板上躺了一夜，你也不怨吗？傻不傻呀你？他哪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？
哦，对了，你昨天那个时间给我打电话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我没事。软软，软软，软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哎，你头痛吗？我真没事。手呢？都挺好的。还好呢，这都包成这样了。来，轻点。这没关系，真的。哦，对了，正好我给你熬了黄豆炖猪脚，以形补形啊。你说谁猪呢？说谁呢？哦，口误，我说错了。那就喝这个吧，补血口服液。你按时喝啊，对身体好啊。好了，哈哈。哇，好香好香。来，尝尝。嗯，太咸了。咸？嗯，我是照网上食谱做的。你尝尝。嗯，烫死我了！你该过来上老岳。拿。记住，用土豆，不是咸的。有生意了，老张。呀，跟我来。哎，哎，慢点儿你。土豆能解邪，这是生活小常识啊。好喝吧？好喝。哦，对了，老张，你说那个工作室开的怎么样了？哦，还在筹划呢。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老张，这是我工作的时候存下的20万，你拿着。你这是干嘛呀？我不要。你还记得7年前你借我钱的事儿吗？阮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张，我需要点钱，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？那点钱你还记得？你呀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帮助了我，所以我也希望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我能够帮助你。再说了，这些钱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，我又不懂理财，不行，就当我是入股你们工作室，赚钱了，要给我分成，拿着。冉冉，你的钱我还是不能要。为什么呀？瞧不起我们家庭妇女啊？谁说你是家庭妇女了？你在我心里永远是建大的女神。你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梦想是赚不到钱的。我不想拿你的钱去冒险。那你不是也说过，万一挣到了呢？我不就是挣那个万一吗？老张，其实曾经我也有梦想，我希望事业有成，可是现在事业两个字对我来说都有点奢侈了。老张，其实我特别崇拜你，因为你30岁了，你还愿意重新开始，可是我已经不行了，所以呀，我希望你能够带着我这小小的遗憾，去完成你的梦想。
好吗？拿着吧。软软，你真的这么相信我吗？废什么话呀，锁不锁？那我收下了。吴医生来了，我来给软软送点汤喝。你们聊，我去洗洗。好点了吗？嗯。这个张开，每天都来，他不用工作吗？他有啊，他只不过休息的时候过来看看我嘛。估计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。软软，今天理财公司的经理给我打电话说，你把那20万给取出来了。嗯。那理的好好的，取出来干嘛呢？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个投资项目，我呀就投了点股。谁的投资项目？我的钱拿去投资，不行吗？钱是你的，但是我是你的丈夫，我可以知道一下。你是把钱借给那个张开了吧？嗯。他想开一个工作室，所以我就入了点股。一个30好几的人，整天吊儿郎当的，我就不知道你怎么交这样的朋友。你把这20万给了他，你知道吗？这20万肯定是有去无回的。吴江，你没有跟他相处过。你也不了解他，你没有资格去这么评判我的朋友。朋友，软软，你把他当成你的朋友，我相信，他只是把你当成朋友吗？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抢着给我买单，那副可怜巴唧的样；第二次他差点就大闹我婚礼现场；现在你生病了，他在扮演24小时你的贴身守护吗？你真的看不出来他所做的这一切已经超出了一个朋友的范围吗？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善良、非常单纯的女孩，我希望保护你，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。但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，他们是有企图心的。用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句话来形容他一点都不过分。你够了，你不明白我们朋友之间的感情。我不怪你，可是你有必要把话说的那么难听吗？我的朋友，在你忙着工作，没有办法照顾我的时候，过来表示一下他对我的关心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他呢？真的不知道，你是在怀疑他，还是在怀疑我？你对他的这些侮辱，你让我觉得，你让我觉得我简直无地自容。软软，我没有不相信你，我只是觉得，对不起，软软，我不应该在你生病的时候跟你说这些。你不是要开会吗？你去吧，我想休息了，我累了。好。还有。如果你还想过问投资的事情，我还是那句老话，我的钱我想自己做主。好好休息。嗯。